大家好，大家听的是丰泽产品 GPS， 我是导航员市场推广部的 Lowell。 今天同大家导航的产品是 Novo NT48 2020 Lit 二合一气炸锅焗炉。 Novo 二合一气炸锅焗炉体积细小，但是就有这个20 Lit 的大容量，特大的内箱可以烤鸡四片面包或者是11寸的 Pizza 都没问题。镜面还采用了内高温钢化玻璃，拥有1650W 功率，可以选择温度由60度的超低温去到最高的230度。独立控制炉内的照明灯，有上下的发热线，配合焗炉入面的顶部漩涡式热落技术，可以令到气炸效果更加之好。现在就等我教大家怎用啦。气炸锅焗炉的左上角就是选择温度制，可以选择由60度去到230度的高温，而中间就是这个烤焗和气炸功能。这里它还可以选择上烤或者是下烤，或者是同时上下烤焗。而最右这边就是时间制，可以选择20分钟至到120分钟，或者是 stay on 保持开住的状态。而配件有烤盘、炸篮、烤盘夹、旋转烤叉和这个瑞士托盘。今集丰泽产品 GPS 就来到这里了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Novo NT48 2020 Lit 二合一气炸锅焗炉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丰泽网站和机主 download 丰泽手机 app， 当然都可以去门市找我们的同事了解多一点。下次见，拜拜。